小杨哥直播带货卖苏蕾洗发露，金星大哥狂刷嘉年华，货都卖不下去了。阿六哥不要刷了，停！不要刷，停！不要。不要刷，停！不要停！不要停！不要。到底是哎，我这硬打的，停还是不要停？我说不要，不要刷，停下来。大哥不要刷，大哥，我知道你的实力，大哥，不要刷了啊，停下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大哥，大哥你不要停啊，大哥啊，不要，大哥你停下来啊。我说，几十年的老牌子，苏雷的，来，洗发露，苏雷的，一斤的，苏雷的洗发露，这个是润发乳，能洗毛的，够够去了吗？能洗毛的，洗头发就是头发不就毛，头发不就毛嘛，日用液太好看了。苏红雷嘛，不是苏红雷，苏雷啊。你这人有点意思啊。你买这两瓶洗发露，苏雷的。一斤装的，我送你一个润发乳，再送你一个洗发露，再送你一个洗发露，再送你一个洗发露，再送你80袋小袋装。Nice！ 我的妈呀，大哥你干嘛呢，大哥？大哥你别刷了，大哥啊！真的，我直播间对礼物真的不感兴趣。我这个人看到礼物就跟没看到礼物一样，因为我对礼物真的一点感兴趣了。我看到礼物我真的很烦，不信大哥你再刷一个，你看我你。我就说你越说越不对劲。我的妈，兄弟宝，你刷了80。我的妈，不是80，是80，上面写是80.W， 那80是那个，我知道，我想这么讲不行吗？谢谢大哥，不是也是能用吗？这洗头的跟你这没关系，兄弟，我洗头你问跟那头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你问跟肾有关系干嘛呢？对呀，又不是喝的，它跟肾它就压根就没什么关系。你这个说的真没毛病。咱们这个是洗头的，洗头。头、啊、洗头什么头？这个头发的头，头发的头能洗毛吗？毛和头是一样的，可以的。可以洗乌龟吗？你洗乌龟干啥呀？对呀、啊，乌龟头嘛。哎呀，你乌龟头嘛，什么东西、啊？都服了你！我的妈，大哥呀！你干嘛呀，大哥？别耍了！我真的好难受，大哥。难受还是笑？我看到这个礼物真的心里好爽，还有最后一千单、啊、好难受。小杨哥直播带货卖红酒，粉丝刁难大杨哥不亲大杨嫂，我们就不卖红酒。其实你这些不要亲一下，不然别真以为这样。对，大杨哥干嘛亲近点啊？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俩是一个来呀、啊、亲。嗯，哦，直播间50万人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，我们俩今天给你们50万人，几十万人了，这么喜欢看我们俩亲吗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不行，再来一个，恶心啊，来来。我的妈！哎呀，你怎么这样？看好了啊，兄弟看好了啊！这什么？奥兰小红帽半瓶，今天小杨哥给你们多少钱啊？168一瓶的酒，我148，再给加一瓶。哦，那个呢？伯爵，干活，6瓶还是148，兄弟们，大家一个开瓶器。今天这么多，148上车。1万单，整6瓶，整箱发货，整6瓶啊，100上，不亲不买，整箱说不亲不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也没看，我也说看的，我也没有在很多人面前亲过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你们我都急了，你不亲我来呀，我来跟我媳妇亲，你别误会啊。哎呀，我，我跟你讲，兄弟们，他真的就是说。大清广东家，他觉得这样不好，对吧？对对对，直播间现在有46天9万人，46万人看着他亲，他肯定不好意思。对，但是你让他大刚回家，宝贝，那那我回家我跟贼硬亲，真亲肿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嫂子平常喝红酒吗？啊？嗯，喝的少。嫂子能来我家喝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嫂子平常跟你哥一起喝酒吗？嗯，不喝。我不喝酒啊。那个怎么回事？没事。那个我还问嫂子平常喝酒吗？她说不，喝的少。啊，那为什么你说没跟嫂子一起喝过酒？我知道啊，对我媳妇原因是什么原因？大家有什么去旁边说话，我们直播间比较的正规的。你一些我帮你，也不要你帮兄弟啊。他们说根本不给亲，你说说我在家亲过你没有？不是的，我是怕带坏了学生。看到没有？哦、你知道吧？别人工作说的对啊，说的对，说的很对啊。因为他是有的，那个这边有学生先出去一下行不行？哎呦我的妈！服了你，那是说对呀、啊，这个老搞笑。卖货了，卖货148，最后多少呢？3000，能卖个屁不卖了。小杨哥直播带货洗脸巾，粉丝问可以上门安装吗？我上门给你安什么呀？毛巾还是？我上门给你擦你的，妹妹。
我给你们发个福利，我们打仗 PK。今天响哥，你们平常买的一包28、22多块钱一包，60抽洗脸巾、珍珠蚊子、尤可苏的大牌子，小杨哥。给你能擦屁股吗？可以擦的啊，这是洗脸巾，洗脸的，对，擦脸的，可以当毛巾一样洗脸的，对，更干净。我直接给你们6包、7包、8包、9包、10包、11包、12包、13包、14包、15包，再给你加个3个小包，上车。今天咱们这个厚度，珍珠纹厚度，看不到咱们手指印。来，听着看啊，看好了啊，来，你看啊，看我们俩身体都斜着了，这不拽不断的啊，这个拽不断。最后10000单，值5包，大的3个，小的小哥给你们的洗脸巾，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个贴纸，兄弟们看，你看。你看，哎，故意撕烂的，这个不可以撕烂，你看，哦，好吃吗？不能吃啊，大哥，不能。最后7000单，值5包洗脸巾。你们平常买20多块钱一包的，抢个15包，加3包小的。咱们这个最后7000单，主要是咱们这个买回家是什么？用起来很方便。上门不用上门安的啊，我上门给你安什么呀？毛巾还行。我上门给你擦你的，妹妹，对不对？你不带胡说。2个包裹发给你们。你们收到一个包裹，还有一个包裹。对，和他。小杨哥直播带货纯牛奶，有人问是公牛还是蒙牛产的奶？你看这个牛，它都没有那个，对，你看会产奶。你看这个牛是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？兄弟们看啊，我现在上几个，基本上几秒钟抢完了，下一个也是几秒，看好了啊。所以说不需要的不要买，好吧？我们让需要的人去买。讨厌给我留一份，兄弟们，咱们给有的人留一份，好不好？你们刚才抢到了就不要抢了，不喜欢兄弟们。好吧，来看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有时会亮一下，有时那个小店看好了，大家可以买。认养一头牛的纯的牛奶，你们去超市，67块钱一提，是不是67块钱一提？里面有67块钱一提，10个纯牛奶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这个也就20000单啊，这个大家需要点时间看好了啊，兄弟们，响哥的性格，67块钱是不是一提？两提要多少钱？134吧。我给你们119.8。两提，为什么说我两？减了20，是吧？是不是我的性格？不是，今天想和119.8，3提，不要急，兄弟们，119.8，4提，正品，旗舰店发货。咱们这个是近期，不是临期，保质期180天，半年啊，半年。你试用期是2023月的，哇，2个包裹帮你上车。是什么牛？母牛产的奶啊，公牛不产奶的，兄弟。我这个我跟你说什么公牛呢？公牛它产不产奶？它产屎儿。啊，最后10000单，就是最新的日期。大概15秒抢了10000单。好啊，上2万单，没了。上了3万单，上了30000单，兄弟们，20000单大概10秒钟抢完，我就给你们多上10000单。啥味的？纯牛奶，兄弟。这牛的身高有保障吗？这牛身高没保障，喝了穿稀吗？喝了不会穿的啊。又没了。我也不想骗，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抢到，每个人都能买到。他那个量都是有量，哎，没办法。因为最小杨哥直播带货冷酸灵，埋怨大哥刷礼物挡住了小黄车。你看大哥，你又把我直播间这个买东西的小黄车又给挡住了。冷酸灵的这个，你们去看啊，你们去，有的人去温泉泡温泉，应该能看到这个，因为高端的温泉，他这一坐，啊，你简单，你看不会倒，然后一按，你看一按，挤压式就出来了。挤压式的，是不是？20多块钱一个牙膏，人人都需要吧？我给你们上20000单，信不信？5秒钟就没了。翔哥给你看啊，39.9块。什么39块？这不是我的风格。39块等于2个。然后我再给你送一个10几块钱的固齿护敏牙膏，也我再给你送一个均衡护敏牙膏，也是冷酸灵的。再给大家来一个冷酸灵的清火抑制牙膏。再给你们2个，这是6块钱一个的便携装。给你送2个，再给你2个牙刷也是冷酸灵的牙刷，直接存货，啊，没问题吧？牙膏加壶39.9，上车。啊，你看大哥，你又把我直播间这个买东西的小黄车又给挡住了。这真不用刷礼物，是真的呀。我对礼物我现在真不感兴趣，你大哥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哥。你看这别人拍不了嘞，那个小黄车被这个礼物挡住了。
谢我一阳哥，多少单？对对对，八千单。老公不听话能用吗？轻轻一按就可以挤出来。老公听不听话，你用这个他都照样不听话。轻火易达的，轻火易达。卖牙膏可以去毛吗？去不了。君故此刚做完这双手术能用吗？兄弟，你做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一个在刷牙的，你难道拿这个刷你？小杨哥声明自己授权的账号，您可以放心选购，并警告无授权人员停止宣传。我不代言传奇，那些传奇全部都是把我那个什么，把那个我们已经起诉他们了，我们已经立案了，起诉他们了。你们那些没有授权我的去到我视频做广告的，你们现在停吧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起诉了啊。有些人专门搞我头像配个音，或者是剪辑我的头像做了什么广告植入。因为我以前不懂的东西啊，哦，那种营销号，我直播录屏，只要有三只羊授权的，都是我自己的账号啊，那个你们都可以放心购买。就是我有很多，你们看到什么营销号啊，说什么陆小哥直播的录屏啊，底下挂个产品啊，你只要看，上面写个小哥授权的，只要是我授权的，我们三只羊，我公司叫三只羊，只要是我公司三只羊授权的就没事啊，就可以放心购买。小杨哥直播带货酸辣粉丝黑自己是狗，兄弟我是狗。啊，我承认我是狗，没事。Later， 兄弟们，咱们这个是红薯纯熟。你看你这，我一拳头我就给你烧死。你听着我，你卖货就没好好卖。你这是，你上家在那看着了，上家在看着了，看着这心里面都滴血，不然上家一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吧？呛，兄弟呛，你呛你慢慢吃，烫，真烫。烫你就慢慢吃，你泡多泡一会儿，你刚泡，你这是纯的红薯粉啊。对，你这是用了多少度的开水啊？这个一百，吃啊！你这货什么货？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？你看那样，有点出息，又没吃过一样。快拿水，快，来，快，我也呛了，快呛了，呛了，喝点水。一会儿，来，兄弟们，插过来。啊？都没水孩子，都没装水，你浪费干嘛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卖，卖货的卖十分钟了还没卖，还给他吃，我真服了。你像卖货的吗？你在那玩？卖货不像卖，就知道吃。刷那个粉肯定就贵吧，对吧？对，39.6，九桶。你平常买一桶多少钱？5块吧。8块，这个重复数的。8块，这么贵？这个、8块，11桶，12桶，39.6，上车。哦，吃了能飞吗？你是不是很想飞啊？你想飞？你想飞？39.6啊，兄弟们！哇，这个。这上面有钉子，这个上面有钉子，你看我这扎个洞，你看哪有洞？这个我不放屁，放屁是狗。好，那行，我看一下。哟、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故意的。兄弟们，我是狗。我是狗，没事。小杨哥直播带货自热火锅，被大哥礼物霸屏的卖不了，我气死了。怎么卖货的？等一下，大哥。哎呀！来，兄弟们，上次这个东西1分钟就抢光了，所以今天晚上给你们上了15000单。像这种单少的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因为每次都被抢光的东西，哎，大哥别说了，哎呀，你把这些，别说吧，你每次说不清楚，你大我坐下，你讲的清，你讲的肯定讲清楚，你大我坐下，你为肯定讲清楚，你肯定讲清楚，你讲的话一个意思到傍晚都讲不清楚，你还是。给你脸了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我去、啊、真卖货了。我现在我看到礼物我就装没看见了啊。对，不要，我肯定装没看见，因为我这个人对礼物不感兴趣，我是一名非常优秀的。你在那讲，你知道吗？你越讲你越有，你别讲就行了。好，兄弟看啊，不用不要管了，这是自热火锅，辣味客的自热火锅，大份的，59.9，是不是能买2份这种？因为超市里面大概是30，对吧？辣味客的，小杨哥今天为什么说10秒钟抢完？因为今天小杨哥直播间
哎，两个大的，大的，然后给你加个小的，小的，再给你加个小的，然后我再给你加一个16的炙热米饭，米饭 ，Welcome to Alien， 加一个米饭，然后再给你加一个炙热米饭，再给你加一个炙热米饭，这三个一个16，三个多少钱？是不是40多块钱？看这个是鱼香肉丝的炙热米饭，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7块。这么多加在一起，上车。敏感肌能吃吗？现在你吃这个跟敏感肌没有关系。我吃过这个好吃，你两次真扛揍，必须的。10000单，最后5000单，20秒抢了10000单，最后5000单。这个锅可以煎鸡蛋吗？兄弟，我卖的是炙热火锅，没有锅。